哇，热死了！奇怪，你那个毛巾跟水壶用完，为什么不收进包包啊？ 我还要用啊，干嘛要收？你散落在这边，你不觉得很阿杂吗？哎，你看，我又流了一滴汗，正好拿来擦一下，多方便啊！毛巾跟水壶收到包包再拿出来，是能花你多少时间？这样拿来拿去是很麻烦啊，你是有什么收纳强迫症哦？哎呦，嘿，哦，还敢回嘴啊？ 幼稚园不是都有教吗？爱心节有礼貌，人人见了都喜爱。你这样不整洁又不礼貌，大家都不喜欢你哦。啊，算了算了，我不要再念了。你等一下跟我去无妮娜健康站，他们一定很多人都站在我这边。走了，上车。 村办公室报告，村长昨天被太太骂了一顿啊！他一直碎念说我的东西为什么拿出来就不放回去，但是东西就是等一下要用啊，我为什么要放回去呢？对不对？不过也好在爱收纳的太太呢，哎，村长的办公室呢才可以维持整齐。 村长不禁好奇，要问大家是属于那种东西等一下要用不收，哎，还是东西用完一定要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有收纳困难的少翔，还有热爱收纳的奥斯汀。 还有我们的收纳达人芝玲老师，以及两边都好的小薰，欢迎大家来到无理浪健康站。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主题呢？健康收纳那么简单。 欢迎收看《无理浪健康站》。小班，嗯，我们今天要聊那种有关收纳的话题。不过我们是一个生活健康的节目。对啊，收纳跟健康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如果不收纳，就会藏污纳垢啊，就会有很多尘螨。 然后就会过敏，哎，有很多我，会过敏。对，因为像我本身在折衣服的时候，我一定要戴口罩，而且戴口罩还不一定有用哦。对，你整个会一直流鼻涕啊，然后流眼泪，就是尘螨过敏。是你平常有那种收纳习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对不对？就是包包不要随便放在沙发上面。哎，对啊，一坐沙发上去就坐到包包，对不对？对啊。严重一点是一坐上去沙发就坐到那个便当盒啊。 怎么会有便当盒这件事？太过分了吧！我真的是有朋友这样的习惯，就是他不喜欢收纳，他很喜欢把东西堆在一堆，像衣服好了，他明明就有衣橱，他不会把它挂到衣橱上面。真的哎，所以把衣服放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就堆积如山，你知道吗？怎么会这样？对，然后要就是洗完澡要出来挑衣服的时候，他会特别挑哪一件？哎，这件你穿过了，那丢到旁边啊，这件哎好，这今天穿这件好了。哦，这种听起来都似曾相识啊，还有似曾相识的衣服哎。 真的，对，很可怕。不，他是有洗过的，有洗过都放在一堆这样，因为他懒得收，懒得折嘛。哦，对，我不知道怎么喜欢画妆画，好像想要光。对啊，你干嘛一直看奥斯汀啊？对，我是跟他相处，对啊，我是顺路看到也是在看你吧。我每次回家坐沙发上，永远都会坐到包包。哎，然后我就会这样。你们家几个人住啊？就两个，两个人三只猫。那你的平常就有收纳习惯吗？我超级，我每次都会。 在睡前，我都会跟我老公说，这个家有一个规定，就是呢，每一个东西都要回到他们的家，原本的位置。对啊，
这就是他们的家呀，就是我的家呀。对，这样讲也没错。也是啊，这个空间就是他们的家，我放在那里。很怒哎，很怒哎。对，如果真的正确的收纳方式呢，是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个人一个人的生活，对，甚至改变整个人的人生，对，对不对，老师？是因为大家可以假想一下，你家里如果你跟蟑螂老鼠一起居住，你觉得身体会健康吗？对，这一定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健康状况会影响，它严重一点其实还会影响到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疾病啊，精神状况啊，你跟家人之间的感情。哇哦，跟家人之间的感情，对，真的耶。因为像我之前曾经有去一个委托人家，那我们一按电铃，他是梨花带泪的打开门，然后我们就有点惊讶，想说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他就是哭了一阵子之后，他才比较能够说话，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因为刚刚呢，他老公知道说他请了我们来帮忙，那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客气，想说啊，有人要来，还是要先整理一下。对。那他在整理的时候，他就请老公帮忙折一下衣服，然后老公其实已经有一点不是很高兴了，就是会觉得说整理这件事情竟然还要请人家来帮忙，已经有点不能谅解了。我觉得超棒的，如果有人可以来帮我们整理的话。对，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妈妈或是女生应该要会的事情。对对，然后老公一气之下就把衣服给推倒了，然后就夺门而出。哇，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心情一下子无法平衡。她眼花系列是不是？是推倒，然后就夺门而出。我想说推倒那衣服是已经折到像人一样高了，对对对，这样我也会生气，折那么久。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这个老公，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她请我们来，其实是因为呢，她有两个小孩。那其实家里有三个房间，照理说应该是很够住才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清洁、好好的打扫、好好的收纳，所以三个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可以睡，所以一家四口一直都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太夸张了，其他都是储藏室的感觉。对对，没错，都变成仓库了。太夸张。那久而久之，当然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对呀。对，所以妈妈就希望呢，今天可以把某一个仓库变成小朋友的房间。对对，这是整理，顺便把老公收纳起来。对啊，把他关在柜子里面锁起来。就是个人生活习惯不同嘛。我后来真的觉得交给专业的来促进经济，我就是找专业的人来帮我，避免夫妻失和。对，你也不用整理得这么累嘛。对啊，为什么这是女生一定要做的事？对，你看身为女明星，不要啊，我就是请人家来整理。对啊，是不是？两位，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今天是要教大家收纳，不是？哦，是哦，对对对，议题啦，收纳也可以找人家来整理啊，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对啊，不是聊夫妻失和情感上的问题，又聊收纳。不过女明星，大家都觉得说女明星一定很多衣服，很多鞋子。那你们平常都怎么收纳？先问小勋。小勋，我在家里我的收纳都是用挂的，因为我发现再怎么折，当你要找衣服的时候，一定会乱掉。所以我都一件一件一件挂着。哇，那要买很多衣架哎。对啊，买很多衣架，所以我都要粘紧紧的这样子，然后我可以一看就知道说，哎，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哦。那你有算过你有多少的衣服跟裙子？小勋算是节俭的，对对，他算节俭，所以大概100。还好吧，哎，没有那么多，我上衣跟下衣春夏的话差不多才50-60件。我这哇，那算 OK 耶，还好吧？一般人不是都是打开全部都是吗？还好。你会断舍离吗？我一定会。哦。我只要是我看到这件衣服，我一年没有穿，我一定丢掉。对啊，真的。对，50件还好啊。哇，超棒的。少强刚刚讲100件呢，我也过了，对不对？你们家应该很多，对不对？对啊，应该讲都老婆都。小蛮应该很多。小蛮其实她衣服也算是没有很多的一个女明星，但是至少也有100件。对啊，那也还好啊，差不多一个两三平的更衣间全满，那刚好真的。鞋子比较多了。
对，所以大家就比较懒得折衣服，都选择用挂，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就折衣服其实也要用方法，对不对？对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怎么折好？有我都是弄这样弄一弄，就把它折起来。哎，跟我一样，对对对对，它是有功法的，你知道吗？你有这样弄一弄吗？你是抖一抖而已吧，抖一抖然后把它挂回去。我们就跟专柜折衣服的方法是一样的，因为你放到衣柜里面，就像少强刚刚讲的，我如果要挑底下的衣服，那上面还是会弄乱了。对啊，那干脆不用折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专业的，好不好？我们交给专业的来，请那个老师示范给我们看。对，来来来来来，太好了，我就嘟嘟嘟嘟，请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折衣服哈。好的。哎，不过在请老师示范之前呢，嗯。小蛮先折看看，我超会，我家里的我要相信你一定，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太专业了。来，讲太满，这件是 T 恤啊，对 ，T 恤，圆明台的制服，咦，短袖哦，我都是这样，对啊，我也是，我也是，光柜折法，对啊，这很好，是不是？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很快，对啊，宽总都是卖衣服的，就是服饰店都这样折的，对啊，对对，里面很乱，看不见，这样，对，它这个。它不是看起来很快，可是你折多折几件，你就会发现每一件都会不一样，然后都很容易以外七扭八对，哦，大小都不一样，老师有口难言啊。对，他不想说话。那老师来教我们正确。他觉得我们在胡闹。其实这样折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这样折，你放在衣柜里面，你就只能够像刚刚少翔说的叠叠乐，一件一件叠上去，它就会发生就是抽的时候会乱掉。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把衣服折小一点，给你们看哦。来，通常我们先把衣服翻到背面，这样子正面的 logo 才有机会可以露出来。对，然后呢，你们可以从这个领口这边假想有两条线，把衣服分成三等份。嗯，把它放进来。然后用你的手稍微抚平一下。哦，对，有抚平就有差哦，真的不容易耶哈。对，然后袖子反折，还在反折。对，那另外一边其实是一样的。哦，哎，有没有比刚刚小？哇，有宽度，这感觉好整齐。对啊，很平。对，然后呢，再来我们把它手对折，再对折，而且我每一步都会抚平一下。哦，哎。它就刚刚的那个尺寸就跟现在差很多，对。然后刚刚有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出来的时候觉得乱掉啊，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呢可以改良一下它的步骤，我们一样折到这个时候，我们反折一点，我们可以大概比个七的这个宽度，差不多这样子。这里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折到这个第一个口袋里面。哦，啊，对，我们把它这样塞进来。哦，因为很多家里，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会抽那个衣服，像抽卫生纸一样。对，像这样它就会比较紧。好可爱，就可以就是哇，乱。对，少翔，我们这招，哎，我觉得这招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学一下，真的哇塞一下，对不对？你都不会乱哎，而且它刚好 logo 的那一块是在正面，甩什么肉？要不要甩？甩肉是不是？我感受一下，不会乱的那个快感。好舒服。好，你回家要把所有的 T 恤都折成这样了。好，学一下，学一下。这个是衣服的部分啊，那是裤子的部分。来来来，裤子的话，我们一样也是先把它对折。然后刚刚呢，我们在折衣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有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对不对？那裤子对折之后呢，你会发现这边有多一些东西。对对，它其实不是那么的长方形，我们可以把它折进来。哦，这是看人啦，因为比较强迫症的就可以把它折进来。对，比较觉得无所谓的就算了，也没关系。对，一般简单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对折再对折。那如果呢，你是想要放在比较小格的抽屉里，我们会建议稍微折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最好都让它站起来，立起来。可是这样怎么站？立不起来。可以，它其实是可以的，加上它旁边一定会有邻居，对，它就会站起来。那如果说还是很想要折刚刚那种收起来的方式，我们在变成长方形的时候呢，把裤头这边一样比个七，反折。剩下的呢就是我们折一折之后一样第一层把它塞进去。好方便哦，裤子也可以，它就可以站起来。可是我现在我有一个困扰啊，就是裤子，它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前面破掉吗？对，我这样折，然后我就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件是哪一件。对，那就是你太多类似的衣服。这种不要乱折，这个被刁了，被刁了，乱折，舍离啊！我有个朋友问我。
问题了，真的耶！哎呀，自打嘴巴！我这么多一样的衣服啊，好奇怪啊！我还有一个那个考大家的什么？好，来来来来来。Okay. 现学现卖吗？这一栏，来来来来，就是这一栏呢，就是超难的衣服。我觉得女生衣服太可怕了，每一件都长得不一样，长短、胖瘦完全都不一样。他每次折我的衣服的时候都会一直嚷，我都会疯掉。其实这件就是差的，任选一件啊，任选一件，任你一件来。嗯，刚刚老师教的方式，你们我来这个好了，做一次。好，来拿这个。那你要不要？你说老师教的方式，我们做。哇，这是飞鼠裤，完蛋了。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同样的步骤做。老师，这太轻了吧？类似，其实手法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哦。哎，这个如果用刚才那个折法，就会变这样。你看，哎，这超难过的。老师才刚讲完就有点忘记。天线宝宝，你刚才叫市集，你知道吗？哦，哎，摆摊了。哎，这是谁？哦，哇，他下摆比较小。小薰已经折完了，折好了，你看。对啊，这样吗？可是老师，你怎么学那么快？然后这老师他这样子对吧？这样子对，这好轻哦。对，飞鼠是不是很容易会甩？我把它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好。好，它其实你的这个漆有点太浅了，就是当你这边要反折一个口袋，想要包住衣服的时候，它一定要够深，不然你浅浅的口袋，衣服很容易就爆开来了。对。所以其实如果折深一点，应该就更好。对。好，那我再试试看。好。谢谢老师，折法是对的。老师，我少翔这件很难折，他这个这样子对不对？他说这样子。老师，这个好鼓哦，是不鼓。我给他就一整包这样子，来，老师检查一下。很大的空间，他的衣服很短，他怎么对折？对，女生其实蛮多这种，就是不规则型。对，这种衣服确实是这个比较难折。那我会建议你的，先以你的抽屉，先来看一下你的抽屉是多高。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折的方式，可能你衣服放进去会关不起来，所以应该要按照你抽屉的高度去折。在干嘛？那刚刚因为它是这样子呗，对，所以这边就会很鼓嘛。对对啊。然后再加上这边就又很鼓。对啊。所以怎么折就是都很怪。包这样子啊。对。就这个衣服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会建议长袖的，像这件也是长袖，对不对？怪别人。长袖通常你可以把袖子这样子平平放下来。哦。哦。这边一样。平平的放下来，你这样再去折它，它会小一点点，然后好一点，然后比较方，比较正方一点。对，对，那因为其实这件里面还有刷毛，对，如果真的是很厚的，譬如说帽 T 或者是毛衣，其实不折也没关系，就挂起来，用挂起来，对，会比较省空间，因为真的太厚的像一个小枕头一样，在抽屉里是很占空间的。所以你知道这一件还有一个问题。它领口超宽哦，所以挂起来它会掉。对，它会掉。老师，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用那个啊，那个衣架吊着，然后用夹子把它夹住啊。但会有夹子的痕迹。对，那还是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就是可以挂衣服不会有角角的方式。好，好，来来来，对，这个一定要学。像这是我们可以假想这件外套是那种，比如说毛衣或是针织外套。对，针织外套就是很容易这边会有一个肩线，对，会变形。对，那如果想要挂这类型的外套，你可以也可以顺便叫我们族人，因为族人很多那种传统服饰、啊。哦，对，对，在家怎么收纳这样？把它对折，稍微对折，然后呢，这个时候衣架摆放的位置就很重要喽。对折，这个问号的地方要对准腋下，腋下，你这样放，然后我们把袖子先折进来，哇。再把下摆折进来，塞进来，对，稍微把它就是调整一下，漂亮一点，像这样子，你再挂上去，那它就不会有任何的角角折痕，对，折痕吗？不会不会，只是这件因为比较大，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边其实有点压到，它可能适合更大一点的衣架去收，对，大一点的衣架就可以，对。像这就是挂衣服的方法哦。那还有一件比较属于那种长裙那种的呢？像这种。对，这种的。对啊，这个好，折成长方形会变很长很长哎。不会不会不会，来。会超怕这种 one piece 超大，有些又很宽。族人呢，妇女朋女性同胞都会有穿到这一件的。对对对，可以一样，也可以按照我们刚刚就是把它分成三等份。那像刚刚小蛮有说，很多衣服的那个领口特别大，对，我们可能就没办法真的按照领口的线来画。对，这时候就是熟能生巧，你只要常常折，其实你大概会抓到一个
就是差不多的大小。对，那我们刚才有讲说要让衣服变成长方形，对不对？对。来，我们先往内折。哦。然后袖子一样，因为是长袖，我们往下让它扁扁的。对。这边也是，尽可能如果折超过就反折。哦。尽量让它在一个长方形的框框里面。要对等就对了。对。哎，有强迫症，看老师折一包好舒服哦，对啊，好疗愈哦。对啊，你有吗？有啊有啊，没有吧？看老师这样子，我跟你讲，今天这一期看完，大家回去折衣服了，你知道吗？对啊，真的，所有老公要记得回家折衣服，那是一定要的哦。好受用哦，太好了，哇，对，这样就可以了。哇，那好，像刚刚两件折好的，对，这两件折，对对对。我们之所以要折成这个大小，是因为呢，它可以放在抽屉里面让它站起来。哇，这每个大小都一样。对，那你抽屉打开来，所有的衣服都在你面前了，你就不用翻了。那如果没有抽屉呢？只是柜子而已。你是说那个挂着？挂着的下面可以塞一些衣服。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去多买一些那种收纳箱，我们自己来制作一些抽屉。对对，这样可以收纳更多的衣服。哦。因为你如果只是放在下面，你就还是只能一件叠一件。对对对对。叠到一个高度就会山崩。没错。山崩个几次，你就不想再折了。对。没错。自己心。内心也山崩了，也崩溃了。不过我们看到奥斯汀折的好像也快山崩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老师，我这个有举一反三哦。有吗？对，你看看，我先介绍。好，来来，因为呢，我这是那个像这种衬衫嘛，它领子比较开，对，所以我反着折，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平的，等于是从这边开始塞。老师是不是很聪明？可其实也可以，这种只是老师夸奖不出啦，其实也可以啦，人很好，还是有救，还是有救。那他的想法其实是很棒的，哦，只是我们会看得出来，就是没有到很正嘛。对。那其实呢，因为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难免，它就是会容易软趴趴。对，没错。那一般我们在建议大家收衣服的时候，最好是哦，你的 T 恤在一摞，裤子一摞。什么什么什么同类的一摞，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所有这种雪纺材质的啊，软软的材质，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去折它，它一定都会就是这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折这类型的衣服的时候，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先不用那么的钻牛角尖，说哦，我一定要折得很正方。对，其实这种衣服可以没关系，它可以，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软软的。对对，那。我会比较建议的一个技巧就是你在放的时候，它的左右邻居比较重要。嗯，它的左右如果都是跟它同类型的，大家就一起倒。但是它如果可以，譬如说它在比较坚硬、比较硬挺的，对，生存，它就可以站得好好的，像这样子。哦，对，然后尽量让它站起来。那站起来也有一个技巧，就是不要站这边。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哦，那边是折口。对，这边你有时候一抽会抽到隔壁件。哦，对对对。这里你一抽一定就是一件，对，一件一件。对对，所以这种平滑面要记得朝上，让它站着。哦，再不然就放个纸板呐。对，或者是那种舒挡，给它固定住这样子。对对对，哇。那这种雪纺的可以用吊的吗？也可以，用腋下吊的。这种雪纺其实就是正常吊挂就可以了。哦。对，正常吊挂就好。学到了很多，是不是？对啊，就是学到了，全部给它挂起来就对了。就是挂就对了，买很多衣架挂起来。回去就叫少祥，就赶快把衣橱整理起来，对，一件一件慢慢的折。他这一段已经学够多了，下一段回来还有更多，让他学再多一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蜜浪健康站马上回来。好，我们就进去哦。好的。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整理的房间。这其实比较像仓库，因为其实有很多大型的物件哈，他们是想要变成小孩房。哦，所以东西是真的有点多。对，而且很多就是一袋一袋的，还有很多大型的。家具，对，我觉得大型的家具通常是比较难处理的。对，哇，很重哎，
哇，其实折得很不错了，很整齐耶。那像我们刚刚在棚里说，其实可以把衣服这样直立起来收纳，所以我们等一下是不是也要把它变更？不用哎，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就是你要直立式的话，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放衣服的容器嘛，对不对？那像这个抽屉，它的这个高度其实非常的高。嗯，那你看小朋友的衣服其实都小小一件。对。那如果你把它放在，我们从这边开始算。嗯。它是不是上面就浪费掉？对。对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double 放？这样虽然比较节省空间，有利用到空间，但是你放了上面这一层，你其实下面的就不会拿了。哦，对耶，像我比如说这样抽完，然后又洗完衣服又折回去，对你永远都是在处理最上层的，所以下面那一层等于你穿不到嘛，对，用不到了。对，那所以如果说你的衣柜高度比较高，是对，你就可以直接像现在这样子叠着放。或者是可能我们不要拿来放小朋友的衣服，我们拿来放比较适合的，像是可能男性的裤子，比较大件，或者是放包包，放比较厚重的衣服，或者是棉被啊这些，对，可能会比较适合。因为我发现外面市售很多都是这么深的柜子，对，所以其实你要挑衣柜的话，你也可以，譬如说，我今天想挑小朋友的衣柜，你就带一件小朋友的衣服去。现场直接比比看，如果我是习惯这样折，那它好不好抽拉？是，对，就可以这样子挑选。哦，懂了。好，刚看完老师带了一些实际案例之后呢，你们会怎么做？怎么会处理？怎么整理这个空间？满满的。对，阿斯丁，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会把它分散在不同的小角落。对，把它分散，就感觉不会，就好像这边是杂物，对，就这边有一个缝，我就塞一点。好，怎样分散法？就是家里全部放满吗？对，就是把它让觉得好像平均起来没有那么乱。全部塞在床底下，还是全部塞在沙发底下？对了，就是放那些看不见的。我不行哎，我真的会疯掉。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我应该是丢，对，用不到就丢。可是呢，我丢，有人会把它捡回来。神奇吧！我家有小精灵呢，这老人家心态哎。他们要回家，你知道吗？不能随便。这个我就要帮你丢，这个我要帮他回家，不是你说的吗？这个我要把他们赶出去。这我就要帮他平反一下了。你丢东西要看是什么东西，万一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对啊，纪念的价值，我要丢也不行。我真的擤鼻涕的卫生纸，我也有纪念意义。我刚我初恋情人送我的巧克力，我都还在，都坏掉了。结婚之后，老婆发现了，她把它丢掉了，是不是？你该不会捡回来了吧？我觉得你的为什么捡回来？你的症状比我严重一点呢。真的，如果说我都念旧的人，把你丢到化粪池，看你怎么捡。好，这老师呢，在现场有带了一堆哈衣服哈，在现场的哈，然后那个老师要教我们怎么去归纳，怎么收纳，怎么整理。来，好。我先补充一下刚刚哦。好，就是其实你在整理之前呢。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整理家里的第一步，其实你先不要去想说我要整理什么，我要放在哪里，我要不要买收纳用品，都先不要想这些。对，你先去每一个空间看一下有没有不属于那个空间的东西却出现在那，譬如说小朋友的彩色笔，哎，怎么在厨房里，我就先把它移走。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房间的东西，像衣柜里的衣服抬在沙发上，那就把清先放到房间去，或者是你就先丢到衣柜里也没关系，先不要去想说我要整理什么，对，先把东西让它归到正确的空间，这是整理的第一步。对，那你的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要分类物品。对，对，所以今天呢，从刚刚那个家里带来了一些衣服，让大家分类看。来，老师，我这边分类小帮手啊，这是什么？这装沙的吧？教大家怎么归纳，怎么分类哈。来，这边有三个箱子。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箱子或者是可能大一点的袋子，都可以有各种的东西让你分类用，会比较好处理一点。那我们先试着把这一箱的衣服分成四类。哦，你先分分看，譬如说像这种小朋友的学习裤，它比较像是衣服的一些配件，内衣、内裤、袜子、毛巾、围巾，还有什么小手套啊，这些都算是配件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第一类。好像是帽子，然后厚一点的衣服，目前穿不到的，我们可以分一类。好，下半身，
这也是下半身，这都是小孩子的，对不对？对，这个泳衣也不是平常就会穿的，算配件类，对，就是特殊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哦，对啊，像这比较厚的，然后这种就是上衣啊，洋装，对，像这种可以是一类。OK， 哦，洋装是另外一类。好，来 ，Elsa， 其实洋装跟衣服还可以再分成两类，就是看平常你们找衣服的逻辑是怎么样，你想分多细就分多细，其实都可以。像这也是衣服类，对，那个对，好，来，这是厚的，厚的配件，然后外套，外套是厚的，对，配件，像当我们就是简单的分类好之后呢，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有多少配件，是我有多少厚衣服，我有多少的下半身，那我要把它折去哪里，还是我把它挂去哪里？我先示范一下那个比较难折的，这个超难折的，这种厚厚的，对，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帽子，家长对有帽子的，超卡的，还有其实大人的帽T也可以用一样的折法，真的，对，我们把它翻到背面，哦，一样翻背面，对。然后我用大人的折法来折这件哈，大人折法一样，我们把它分成三等份，袖子铺平跟刚刚都一样，对不对？这边也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件大人的上衣，我们的步骤都是一样的，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然后你就随意的折个几折过来之后呢，这个帽子帽子包住哦，反正可以利用帽子，它就变成一个收纳袋了，对，它就不会散开来了。然后你也会很清楚知道，哦，这一件就是帽T，帽T，对，然后就又可以丢沙包，哇，感动哦，要不要试试看吗？没关系，很怕做不好啊。当你衣服都分类好了，然后你可能也做了一些断舍离，就是啊，原来我有30件外套，对，那我可能可以丢个10件。好，比如说我们分类好了，然后也淘汰了一些，对，现在决定要收纳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才是购买收纳用品的时机。哦，老师讲到收纳用品，我因为我现在在外面自己租嘛，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法宝，这什么？噔噔，对，然后它这个是一套的哦，你看老师，它这是颜色长一样，然后是不是在家里有这个跟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这个我家也有，这个我家也有，但都放到变形了。对对，因为里面都放不满。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是不推荐，很不好用哎。它应该是说重量限制，应该是说我们在卖场，我们之所以会买，是因为我们通常看到它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它可能这一格放一顶帽子，对，这格放2件衬衫，对对，然后这边可能再放一个什么手套，小小，对对对，对，很精简。那我们买回家，其实你不太可能只放这样，对，你一定会努力的想要把它塞满，嗯，对。那因为它这个其实它的里面只是一个纸板而已，所以当你放很多的时候，它就会变形，它就会不好用，它就开始微笑，有没有？对，就开始不好用了。超难。所以其实它如果你可以就是放轻一点的东西，或者是就是展示的那种感觉，一点点一点点，那你是可以买的。哦。但如果你会忍不住一直一直的增加，那这种就不太适合，就不建议了。我跟你讲，你又有，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就连被打2枪了。你也知道，这个应该可以了吧？这什么？什么啊？栅栏呢？你们要猜猜看。栅栏啊！搞不好连老师都不知道哦。哎，它好软哦，它。老师今天鄙视的笑有拍到吗？有拍到吗？什么啊？老师这会不会崩塌啊？哎，它好。快对了，这样吗？接近了，对，对一半了，然后再这样。这样，这能够收纳什么？告诉我，是这样啊，有点这样，这样对啦，九宫格的概念呢，是不是这样？怎么样？对，老师这个 OK 吗？在收纳上面，其实这个它有它方便。我们还是请老师来帮我们试一下。其实就是这样子用啦，就是这样子用。对的，对，我们对的。像刚刚我们不是整理到一些配件吗？对，大人也会有配件嘛。对，那其实配件呢，我们一个抽屉打开来，如果你全部的东西都散落在里面。其实是不好找的，有点大海捞针嘛。那我如果利用像这样子的隔板，或者是你直接买一些小盒子来做分隔，其实都是可以的。它可以任意分成大格还是小格这样。对，那是要从下面。对对，从下面。哦。哎。
这样就可以。对，你可以这一格放小手帕，这边放帽子、泳装。女生的内裤、内衣其实也可以。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也可以使用在家里的抽屉里面，只是它稍微就是软一点，对对，就是如果你觉得硬的话，我就建议买收纳盒，直接来做分隔最好。赶快笔记下来哈，观众朋友们赶快笔记下来哈。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呢继续再聊聊如何做收纳。吴宁浪健康站马上回来。健康站，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啊，就教大家在收纳之前，如果遇到有选择性的困难的话，是如何运用前面这个三个箱子？三个箱子，这三个箱子又是什么意思？对啊，到底是为什么要分成这种三类？老师，我们一般呢在家里整理的时候，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分类，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你家里的空箱子，甚至是空袋子，只要是可以就是装东西的都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先分成三个箱子，稍微给它分类一下。第一个箱子呢，就是你绝对会留下来的，怎么样都不想丢掉的，好喜欢的，很常用的，这一类的东西会是第一个箱子。那第一个箱子你稍微挑完之后呢，第二个箱子就是一些如果空间足够，我希望它可以留下来。可是如果真的不够放了，要我丢掉，我好像也能接受，就是有一点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就可以分在第二个箱子里面。对，是。然后最后一个箱子其实就是一些有点积垃的东西，你基本上你会放着会收着，但是你完全不会拿出来使用的。对，譬如说是可能是我的毕业纪念册啊，这种东西我一直留着，但是基本上没有用处，是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箱子。那这个方式就是让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快速的知道说到底哪些东西很重要，对，或者是我很常用，我要放在很明显的地方，什么东西其实收在很不好拿的地方也没有关系，对，就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分类。哇，原来是三个箱子运用法，是这样。现场就直接请来宾来示范了。不是，这真的太复杂，这什么都有哎。奥斯汀，你先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收？请问这时候他们准备这些道具，我们是要怎么挑？这真的你可以选择，我跟你讲，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收的。还有豆子啊，豆子的部分。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我家之前很多的，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好，第二个玻璃杯啊，玻璃杯跟那个铅笔啊。对对对，因为我就虽然说已经没有人在用铅笔，可是我家有就会想说，总有一天会用到。咦，到底是哪一天？我还不知道，所以想说，你生孩子，孩子也都用自动铅笔啊。对，所以想说就是先留在这个嘛，第二个箱子留给收藏。那如果是小薰呢？小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收纳？非留不可。非留哦，我觉得他会全部把它扫掉。真的，部落的妈妈都是这样，这样子就盖起来出去了。对，直接说这个用不到。丢掉了，对，非留不可的是不是？拖鞋啊，一定会穿到啊。哦，拖鞋穿到的，非留不可。非留不可。对啊，非哎，你不要看他这样很好穿。哦，对 ，OK。再来呢？如果有你那个枪，圆柱形枪跑出来，没关系，很适合这边，回到家的感觉。如果是还有一些空间，你丢掉也可以接受的，哪一个？丢掉也可以接受哦。哇，丢掉也可以接受。对啊，这空间不够，我可以丢掉一些的。我可以丢掉一些的哦，就这个啊。袋子啊。对，是这个吗？购物袋都可以，来。哦，因为这个太小，这能装什么？对。能装什么？装零用钱呢？装零用钱不可以，这样会被偷。哦。手机跟皮夹，去买菜。去买菜的时候可以装个什么大蒜啊、红葱头啊，对不对？四季豆啊。对啊，你这个其实就刚好拿过来。对啊，你要干嘛？刚好就装这个啊。哦，你装，你好会收纳哦。那个信息是刚学会的收纳。刚刚老师，你看，刚刚好，刚刚老师有教，对不对？对，厉害了吧？然后这个一样是放在这边。对，丢掉也可以接受啊。再来呢，几乎不会用的拿出来使用，就是这个，这到底在干嘛？几乎不会拿出来使用，这个又不是，你是歌手哎，这麦克风啊，这个有声音吗？这个没有声音，对，这个
喂，没有人回应。这个里面有海的声音，你听听看，真的有，真的有。我觉得你生病了。这个拿来当装饰嘛，对不对？会积灰尘，它会积灰尘卡成了，就那个波波妈妈就看到觉得很难，就是不应该放在。就放在这。然后像我刚刚讲的，国外现在很流行断舍离跟极简生活。对，听说奥斯汀你有在做这一类的研究哦？对，跟开发。开发？对，因为我开发了什么？我以前跟少翔哥一样，就是我打开。整理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会有用到，这个好像有故事，所以我很会堆积如山。之后呢，我自己也有接触到一些断舍离的那个鼓励跟案例，然后我就有试着做，但我发现我其实真的丢不掉，所以我研发了一个 bonus 版的断舍离。哦，对，就是我的那个，我会准备一些那种就是大卖场会卖那种纸的箱子，对，那呢我会把它比较小，然后我就会把东西放在里面。只要我过了一年，我都没有打开那个箱子，我会连开都不开，我直接整盒拿去丢掉。哦，好适合少翔哦，真的。你有没有学一年他没有碰，我就把它丢掉？所有东西呢？而且重点就是那个盒子的不能打开哦，因为你打开你就会看到，你就会觉得又舍不得。它差不多有八个。八个箱子这样，对，那不可以买那个箱子来我们家。对，但是这个方式有个好处，是因为我如果真的一年没开，我就会丢嘛，所以会第一个会帮助我在收纳上面，就是会更小心。我因为我怕会丢错重要东西，所以我在收的时候会更小心。然后第二个是我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整理，去整理。对，因为像一开始真的有很多东西舍不得，但是你之后就发现哦。我好像想到一个东西，我曾经丢掉过，但是我现在没有它也 OK， 那我就慢慢的在收纳的分类上也会帮助我一些进步。哎，这样也不错，这也蛮不错的。但是那断舍离跟这三个箱子的收纳方式有什么不同？其实刚刚那个奥斯汀他的想法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是其实你说你可以就是完全闭着眼睛把它丢掉，对不对？那既然你那么干脆，你其实可以不用放一年，你直接这个东西，你直接回想，直接放太久了，放一分钟可以丢了。你直接回想过去的这一年，我有没有用到？如果已经一整年没用到，你何必再放一整年？其实你当下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可是他回想的过程，他就会念旧，我就会舍不得。对，那我觉得他就可以用他刚刚那个方法。对，但是其实断舍离，大家都会误以为说就是丢东西，丢东西。可是其实它的第一步是如何不带一些多余的东西回家进来哦。其实这才是源头。譬如说我们购物的时候，或者是今天我有一个杯子突然用不到，新的小蛮你要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想说，我真的有需要这个杯子吗？我家里还有空间放吗？对，我有没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其实我可能不需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啊，不好意思，我不需要，谢谢。这其实就是在断舍离的第一步了。对，就是阻止啊，对，阻止不需要的东西进家里，总比你怎么买怎么丢来的好。哦，这个就比丢东西轻松很多，我觉得。对啊，对，直接限制进来。真的要断舍离。对啊。对，特别在购物之前要先想清楚，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家里有了。对。对不对？就不需要再买那么多东西。那居家以外啊，我们有时候出国。对。常常行李箱，哎，像你刚刚分享的，都是你太太在帮你收拾呢。哇！不过你刚刚讲居家收纳嘛，对，这样我们讲行李箱，行李箱就是我们要一般出远嘛，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子，然后太太就会先把所有孩子的衣服衣物全部整理好之后呢，再来最后是问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要放什么？留个位置。然后我通常都是当天要出门之前，我就把东西弄一弄，就两三件衣服这样把它丢进去，这样子，拉起来，哎，行李箱提着就这样出门了。很方便嘛，对不对？对，蛮顺的，对不对？对啊。那小旭，你都怎么整理你的行李箱？我行李箱我一定会买那种行李袋，大中小的，那种袋，那种很大的袋子，然后我可以把衣服，然后一层折好，然后它四角一定会有空空的地方，我就塞内衣裤啊，跟袜子。有没有看到现场有几个人头上都有问号？对，他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收纳袋，不知道什么是收纳袋，怎么可能？少翔应该常出国，但他
也不知道什么是收纳袋呢。真的吗？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啊，就一个行李箱里面不就已经装了好好的吗？他的行李箱就是你打开会这样哦哦哦哦哦的那种啊，真的，就衣服啊全部都掉出来。我们现场呢就请少强来示范一下他怎么整理他的行李箱。好，真的要好。好，少翔来示范一下，你都怎么整理你的行李箱 ？OK， 那个花生是怎么一回事啊？对啊，那个四季豆又是怎么一回事？出国肚子会饿嘛，就是要一些零食啊，就解解馋啊什么的。像譬如说这个示意啊，就其实可能会带一些零食嘛什么的。好，来，好。好，最简单的分类其实我也 OK 的，衣服嘛。我是不敢想象他会整理出什么，这就是他平常行李箱打开的样子。好，衣服，你看衣服哈，就裤子跟衣服放在一起就对了。哈哈。好，哎，有什么好笑？小文他平常都这样子。哎，这不是我最怕的那件衣服吗？还是都不用折，就直接丢在里面去？他其实都是用丢的。哦，他的折衣服方法就是这样，就像这样，哦，很占空间呢。他的折衣服方法都是差不多。老师刚刚有说这个不会皱，对不对？对，不怕皱，不怕皱。对对对，你看就好。重点是他的邻居有没有？邻居把邻居很重要，对不对？邻居把它藏好就好。对，那你的那些袋子啊、卫生纸啊，好，这个就衣服，然后你看，哇，扣起来，哎，你看吧，男生都是这样的吧？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怕它会掉出来，对不对？对啊，就把它。好，那另外一边呢？对啊，你看现在有这个就很方便。对，他其实没有在收纳，他只把它，他没有在摆放，把它丢进去扣起来这样子而已。对，是摆放。你看，哦，这个直接把它扣起来。男生都是这样的啦，多整齐啊！你看。也不会散出来啊！你看，再打开，你再打开，哎，对不对？你以为速度快一点？谢谢。这个是他东西不多的状态，如果东西多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个状况就不一样。很可怕。那小满呢？这是我的袋子，你都会怎么收嘛？看我的包包，一个啊，一个包，两个袋子，两个包，三个包，对啊，是这样子对的，四个包。还有肉包、叉烧包啊，奶黄包都在里面，没了。流沙包，对对对，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包包？你每一个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对啊，公司大小张啊。对对，平常会钱包，生意做很大哦，生意做很大。谁要签合约啦？那个相机，然后发带。哎，对啊，这样很方便。补妆用品。对。钥匙。结束。对啊，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在收纳空间。我们问一下老师，问一下老师好，老师少翔的部分，这个还有救吗？他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个性又出来，就是他在帮每个东西找机会，找理由，就是带出去。对，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理由博，很多东西不用带，是不是？对，很多东西其实不用带出门。对，我跟你讲，现在出国要隔离，隔离的时候没东西吃了，应该多带一点自己的零食，你知道吗？再来就是，最多的是衣服嘛。衣服呢，如果你有带比较大件的，譬如说是外套，或者是比较厚一点的，如果有这么大件的，先放在最下面那一层。哦，大的先放，因为形象我是这样拖着。对，那因为有的女生可能还会带什么香水啊这些，如果有一些比较容易破的，对，我们就先放一些垫在下面。对，那再来就是上面的衣服，放行李箱的衣服，其实建议用卷的，哎，哦，真的，我太太也是这样做，用卷的，那你就可以一卷，对。然后边边如果有剩的一些空间，像小勋刚刚说的，你就可以放一些比较不怕皱的，像围巾啊、袜子啊，或者是如果说今天你戴帽子，对，放里面是不是怕会变形？变形。你也可以把这种不怕皱的软软的衣物放在帽子里面，然后小东西除了分装之外，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哦，对，因为这边完全没有用到，对，像刚刚这个豆子啊，其实就可以放在这里，小东西零食啊，对，这样子如果真的，譬如说海关要检查，或者是临时突然要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比较方便找，就会像小蛮刚刚那样子，我的哪一个东西就在哪一包里面，没错，对，就会比较瞬间就找到，对，今天上了一堂课，好，收纳。就老师教我们一些很多很实用的收纳方式，就像我们刚刚在看影片，好，老师去的一个实际的案例，没错。但是经过老师打造之后呢，老师的巧手，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哎，我们一起看影片。